我怎能留下你一个人在这里，是你陪着我绝望和哭泣，我才认识了自己，却不能少了你。你总是不太爱说什么，只给了我有你的梦，多少次想坦白把心里话掏空，不敌悲伤也曾败给寂寞，是你在等候从不愿松手，约定一起到老笑看日期月落，我在丽珍姐的遗物中找到这张出生证明，还有这张字条，我也找到唐烨的养父确认这件事情。唐烨的生日是1990年10月21日，你是1990年2月入监服刑，丽珍姐去探视你的时候是1990年5月17日。不可能啊，你真不可能骗我。带了些菜来给你，我亲手做的，都是你爱吃的。这个礼拜里面有人弄我，是你安排的吧？操！早就应该找死你。你要我蹲多久啊？四合会放话说要杀你，你现在待在里面比在外面安全，我会处理。只要再多几个月，马上就可以出来了。几个月？真的吗？唐国栋，他妈不要忘记我是顶你进来蹲的，好不好？你们让我出去啊？还是觉得我不用出去了？反正秦天王没有我没有关系，是不是？可你在那等我哎！我当然知道啊，但现在就真的不行嘛。在外面会有危险，你放屁！妈的，社会是傻小，你个刑天王老大会没有办法吗？你唬谁啊？文浩啊！怎么可以这样骗我？你这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不知道怎么跟你说。我没有故意要骗你，我就只是想……我怀孕了。
自己小孩了。啊，丽珍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你听我说，我很快就可以出去了。唐国栋说我在几个月就可以出去了。这样子好了，你先请假好不好？因为刑警真的太危险了，你先在家里休息。啊，生活费我会想办法。不必了。啊，我已经拿掉了。啊？我说我已经拿掉了。辜负我对你的信任，我没有骗你，我就是想要多赚一点钱，就为了我们未来着想嘛。我不能把所有的重担都放你身上，不是吗？你为什么要拿掉？唐国栋，我们叫你照顾丽珍啊。陈文浩，你冷静一点，听我说。我们两个活在不同的世界，已经不可能了。好，你自己保重。知道我跟丽珍的关系，哪是个来糊弄我？要我放了唐毅？我不知道丽珍姐在去探视你的时候说了什么。我只知道，她探视你过后，请了将近一年的假，这对工作狂的她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她回来之后，依然是个工作狂，但是她再也没有请过长假，也没有谈过恋爱，没有结婚。真不会骗我。他说他把孩子拿掉了，他把孩子拿掉了。然后呢？这代表什么？唐毅，丽珍姐是你的母亲，陈文浩是你父亲。你现在是在打亲情牌吗？孟少飞，你觉得亲情对我会有影响吗？我这辈子真正待我如父子只有唐毅。唐毅，丽珍姐也许不是一个很好的母亲，但是她有在用她的方式爱你。你的养父说，他每年都有去看你，一直到你十二岁逃家，他立刻就旷职去找人，消失了整整三天，没有人联络得到他。那改变不了过去的事实。唐毅，唐毅，你真的是我跟丽珍的儿子？你闭嘴！我没有父母，在我挨饿受冻的时候，是唐爷给我饭吃，所以我才放弃自己的时候，是唐爷把我从泥沼中挖出来，他是我最重要的人，他才是我父亲，而你却杀他。我没有，我很想亲手杀了他，但是我没有。你说谎。不痛，我自己上去就好了。你在这等我。为什么？你要跟谁见面啊？为什么不能跟？拿着。不要学啊！我才不会学，那么臭。
老汤。干嘛？自己小心啊，不要吵我。就这张脸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就是沙唐爷。对，我那天去找唐国栋没有错。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我竟然看到他跟丽珍在一起。28年来，我每一天都靠着对唐国栋的恨在撑下去。我只想要做一件事，我要到他面前，让他亲自对我说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，然后再亲手杀了他，弥补我已经失去的人生。说完了没有？就算是这样。你改变不了杀唐爷的事实。唐毅，唐毅，唐毅，冷静一点。你不想要找到真正的凶手吗？他就是真正的凶手。唐毅，如果他是凶手，他为什么要留在原地等你来看到他？就算他有动机杀唐国栋，那他为什么杀丽珍姐？唐毅。你到底是想要为唐国栋报仇，还是自己想要泄愤？唐毅，只有找到真正的凶手，才能真正的替唐爷报仇。我要去找证据，然后亲手杀你。唐毅，唐毅。知道他不是凶手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啊？唐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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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唐毅。我现在很难接受事实，我知道。我都不管他是谁，我在为唐爷报仇。唐爷，不要这样。我理解你现在的感受。
但是我们最重要是找到真正的凶手，不是吗？你知道四年的真相是什么吗？就是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你不要管我啊！你不要这样！唐毅，听我说，唐毅。今天怎么会找我出来？只是想跟长官说一声，这次的任务差不多告一段落了。这里头包含刑天盟大大小小的资料，当然还有你们最在意的陈文浩在台湾生意往来的名单跟管道。验证过了吗？当然。干得好！不愧是传说中的佣兵，不枉费我们警方重金雇佣你。既然这次任务已经结束了，让我们来谈谈下一个吧。相信你们一定会很感兴趣的。那就说来听听吧。陈文浩的主战场，柬埔寨完整的情报。我们多年来。和柬埔寨政府合作，都没有办法顺利渗透这条毒品线。陈文浩布局甚密，在柬埔寨，黑白两道通吃，就凭你一个人，能够把手给伸进去？我一个人当然是没有办法，但陈文浩亲自邀请我加入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你们帮我搞定刑天盟这边，我可以提供你们想要的情报。这我就不懂了。佣兵拿钱办事，你会把这眼前的利益不要？我就是抵抗不了这种在危险边缘寻求刺激的诱惑。再说，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，价钱上面当然好商量。况且，这次是我主动提议。这次的任务更具挑战，如何？好，离开刑天盟的善后工作交给我们来处理。我希望你到东南亚能给我们更多想要的情报。长官，合作愉快。嗨，欢迎回家。你怎么那么晚还来我家？
还淋雨。想你喽，淋雨也要见你。我们局里今天出了大事，我没有心情跟你开玩笑。我也没有心情跟你说笑。今天晚上我做了一件很可怕的事，可能有一段时间没办法见你。你是不是害怕？不想理我了？小声一点啦！既然做可怕的事情，就应该低调。如果被别人发现的话，就惨。你大喇喇出现在我家门口，也不知道偷偷躲起来等。快点告诉我你的答案。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我就要离开了，而且不知道能不能够回得来。你是想让我满足的离开，还是心碎的离开？小心烫哦。先喝点牛奶暖暖胃。不要吃外面这种宵夜，我煮好吃的喂到你，让你心情好一点。其实啊，我刚刚在门口看到你的时候心情就变好了。真的？自从我奶奶过世之后啊，我都自己一个人住，没有人等我回家。可是啊，刚看到你蹲在门口等我，知道有人等我回来，心里莫名觉得暖暖的。哎呦，你赶快坐啦！你不坐的话，我吃什么？吃我啊！不乱讲话，走开啦！我要吃豆腐。哈？吃我的豆腐啊？哦。哎，我很会切豆腐吧？哎，我蛋放了，你的豆腐呢？我来吃吃看好不好吃。这件礼服它是做比较性感的露背的设计，
你现在看到的这件，它是做比较美背的设计，还有它前面是做镂空的。这件跟这件的设计有点像，也是镂空跟美背。那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，它的蕾丝是从杜拜那边进口的。喜欢啊？嗯。那就白色的，当你进场的白纱。红色这件就送客的礼服喽。好，那我试穿给你看。好啊。再见。去吧。爸，漂亮吗？爸，不要哭了，这样我也会想哭了。漂亮，真的漂亮，跟你妈妈当年一样。我只是试婚纱而已，但结婚当天你不就哭更惨？我一定哭惨。不行啦，你要帅帅的，笑笑的，牵着我走红毯啊。小雅，爸，来了。你看，爸帮我挑的白纱，漂亮吗？很好看。那还是我再去换下一套。那你赶快下去，等我。爸，这边坐了。小雅。怎么啦？让我再好好抱抱你啊！赵子，阿子哥，出事了！怎么啦？老大去督察组自首了。啊？为什么是你自首？我也不知道，是里面的人说的。你不能再去多问一点细节吗？他们不肯跟我说太多。你确定你听清楚了吗？你没有听错。没有，我看到老大在里面。那老大干嘛自首？不知道，怎么办？
牛奶、柳橙汁。你还好吗？早上喝可乐不太好，喝牛奶吧，比较健康。同意。走吧，吃早餐了。我有申请罩子继续调查，看不是你前凶手的其他线索。你查你的，我查我的。所以你有相信陈文浩说的话？你相信他不是凶手？就算真相改变，我的目的不会变。如果你查到了，把人交给我。是啊，你等下上班嘞。老板，我抓到何航了。好，先去准备一下，我忙过去。唐毅，一码归一码，我不会伤害他，但我会先处理完他背叛的事情，然后再把他交给你。喂，赵子。你说老大贩毒去自首了？没想过会弃之不顾，会在一起度，把你放心里住。没想到你无孔不入，在每个角度都对我打招呼。我根本不敢去想，也不知道该怎么讲，我竟叫无该。我又怎么能去想，我根本就不该去想你。避开你的注意，我才能呼吸。这是什么处境，我不想清醒。